比赛看呢？今天哎，还是我看到我瞄到一个新闻标题啊。来看这个球，小登登，这个球飞越了一垒手的头顶，到了右外野，方向落地的安打，邓志伟踏过一垒之后往二垒挺进。哦，王胜伟还做一个假动作要下，邓志伟说我要接到球了，要做触杀了，但球其实还在右外野。二垒安打两出局之后，上到了得点圈，下一棒是高国庆，今天也打不全垒打的高国庆。对，我今天看一个新闻标题说什么中华职棒的全垒打数啊，我没有仔细看呢、啊，还输给了破王贞治记录的，对，八人天，对，哦，他现在打到57轰，对啊，不知道是统计是下半季嘛，四队加起来是不是哦？竟然四队加起来通通还输给那个一个人哦，那个日本职棒那个破王贞治记录破亚洲记录的。57轰的八棱天。